好啦，咁又同大家做一个扫读，咁呢个咧就又系来自网上啊，咁啊就好靓啊，交叉，咁啊佢被认为系烂嘅，咁我都觉得呢条系几烂嘅，咁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啦。好啦，我呢度有个一喺度，咁啊一呢个一嚟噶，啊因为啊呢个咁样啊呢个一咁样样，咁所以呢个得翻一个位一定系一嚟噶。好啦，啊呢个一咁过去。啊，冇乜大用啦。呢、这个一咁过嚟，呢、这个一咁落嚟，呢、这个四个可能系一啊。咁呢边咧，呢边有三个可能一啊。呢样我一喺度啊。好，二咧就呢、这个咁样过嚟，呢、这个咁样过嚟有两个可能性。一个二咁样又系有两个可能性啊。啊，三咧就咁样，得啦。呢、这个三个样，呢、这个三咁样，剩翻两个位，但呢有个三落嚟，所以呢一个一定系。三嚟㗎。好啦，咁两个三咁样上嚟啊，呢、这个三咁样上嚟，呢、这个位一定係三嚟㗎。好啦，呢度呢咁样三过去，呢、这个三咁过去，呢、这个一定係三嚟㗎。啊，呢两个呢、这个三咁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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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呢个一定係三嚟㗎。啊，三做晒，哇，好快脆啊！三，好四咧就咁样去呢、这个咁样呢度两个位啊，四咁样过去呢度有两个位，四呢边嚟呢落嚟，咁呢度有三个位，四冇嘢，五咧就喺呢度，咁啊咁样，咁呢个五咁样过去，咁呢有两个位，咁五咁样过嚟，呢个五咁样过去有四个位。呢度仲有个五喺度，我哋睇睇先呢个五，个五咁样过嚟，呢个五咁样过有四个位啊，咁样，有两个位，但冇用啊，六咧就，呢度一个，呢一个，呢一个，所以呢两个位系六嚟噶，呢个咁样，呢个六咁样，所以呢个同呢个六嚟噶，咁啊呢边咧。呢、这个六咁样样，呢、这个六咁样，所以呢个同呢个六嚟噶，咁冇嘢啦。七咧，呢有七，呢两个冇可能，咁但系呢个七上嚟又亦都冇嘢，所以呢两个系七嚟噶。呢边咁落嚟，咁你有两个可能性系七啊，冇用啊。好啦，八咧就呢、这个咁过去，呢、这个咁过去，所以有三个可能性系八，冇用啊。九呢就呢、这个咁样过嚟，呢、这个咁过，呢、这个三可能性，呢边又系有三可能性啊！呢度咁喺中间呢度九，好啦，咁其他嘢啦，咁其他嘢我哋要填格仔啦啊！佢唔识识帮我自动填格仔噶，呢、这个唔识自己帮我自动填格仔，我有自己嚟啦。咁呢度先啦，呢度有四个，二三四，睇下系咩嚟嘅先，会系一啦。二三四五六七啊，一五六七，呢度有六啦，最后系一五七九啊，一五七九，呢个就系一五七九，呢个系一五七九一九啊，呢个就系一五七九个七喺上边都有啊。四个啊，咁样嘅，哦，呢个打横呢四个点咧？做呢个先啦，呢个系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，四六八九，咁啊呢度有一个啊呢、这个就系四个嘅，咁啊争咗个咩？争咗个一，所以呢度系一四六八九，一四六八九，点有个九啊？冇九啊？一四六八，但呢个已经有个四啦，呢个已经有个六啦，呢个已经有个八啦，冇用啊！如果我哋呢度有啲其他嘢咧，我哋可以呢度减紧啲，但系减唔可以啊。好啦，一二三四，好啦，有呢几个啦，呢个就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，呢个一二三
四五六七八九啊，呢度有一二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呢个有一二三四，有二一二三啊四五六七八，呢个系六八四六八，诶，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咧，呢度啊七一定喺呢度啊，呢度冇七啊，所以呢个一定系七嚟噶。好，咁咧剩翻呢两个咩咧？呢度咧就出唔到个五啊，所以系四五六八嚟噶，呢个系咩？四五六。诶，呢个系四五六八，呢个就系四五六八，啊五喺呢度，五八唔得啊，好。呢度啊，咁样样咧就有五个，咁一落啊四个啊，咁啊做咗一个打直嘅先喺度，哦一次过做咗打直，即系将啲多余嘅搞翻出嚟，啊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啦，呢、这个有啊，你冇得减啊，呢、这个咧可以减个八出嚟。呢、这个可以减个五出嚟，咁呢个系咩咧？呢、这个就系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五七八，二五七八，二五七八，我又系冇得减出嚟啦啊！好，呢度啊有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加埋呢个五个啊，所以咧就。应该咧就系四五八就应该喺度啦，四五八仲有咩喺度咧？仲有个九喺度，啊一二啊，另外一个系二嚟嘅，因为呢度有二，呢有二，所以呢度啊呢两个咧就系二四五八九。不过呢度咧，诶、哎、呢、这个有五嘅，个个都有五喺度，呢、这个多咗个四喺度，所以呢度啊二四二四八九呢度就系应该系剩翻两个啦，呢度有二，所以系四八九，呢、这个咧就啊一二就系四五六八四五六。八九呢个系五个数字，一二三四五系啦，呢就系啊四五有六啦，啊八同埋九。好，呢度系一二三四五，应该五个数字。呢度已经有二四八九啦，仲争一个啊，仲争一个数字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应该系嗰个一嚟嘅，呢、这个都冇一系。这个啊，二，诶、哎，呢、这个都冇四啊，所以呢个唔啱啦，呢、这个应该仲啊有另外一个数喺度嘅，呢、这个睇睇一、二，啊呢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诶呢度有个八啊，二七九呢个咧就要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呢个一二嚟噶，呢个就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七八九，一二七八九五个数字，一二三系五个数字啊，二。好，
呢两个会系咩咧？一唔可以啦，呢度有个一，呢个已经有一个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啊，呢个减翻个七出嚟，呢个减翻个九出嚟，呢度咧就系、是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呢两个咧就系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呢个减咗个七出嚟，呢个减咗个九出嚟，所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个位，咁而家我哋系有一、二、四、七、八、九啊！呢个系一、二、四、七，七有八、九，呢个就系咩咧？啊，有一、有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就六、七有喺度，八有喺度，啊，九。呢两个咧就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诶、有八啊！咁呢个咧就有咗七喺度噶啦，呢、这个又有一个九喺度噶啦。呢、这个打洞咧就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，呢、这个就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哦，呢三个，呢三个有，哇，好多一、啊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唔得啊。跟住咧就系七、八、九，七、八、九第一个有七、八、九喺度，所以呢两个先可以加七、八、九喺度。呢、这个要减翻个九出嚟添，一四五七八七八，但系好可惜啊！呢度有八喺度，唉唔得啊！我哋呢两个，呢两个咧就要系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啊减翻啲。有嘅出嚟，呢、这个有个六喺度，有个一喺度，同埋有个九喺度。咦，五七咧？啊，这个、呢个咧就有五喺度。啊，冇啦。好，仲有呢两个位，就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减翻啲有嘅出嚟。呢、这个有个一喺度。呢、这个有个四同五喺度，好，仲有两个位，呢、这个啦，呢、这个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，呢、这个就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好，睇下有冇地方可以减一啲嘢先吓。呢个单丁个五喺度，唔系呢度有五，诶，打横呢度有五，诶，睇错啊，唔好意思，系，好，咁样搵佢嚟帮我哋手啊，一一一有冇地方系单丁一个出现咧？冇啊，二有冇地方系单丁出现嘅二咧？啊！呢度唔应该有二喺度啦，啊，因为咧就呢度有个二喺度，呢、这个唔应该有二喺度啊。二啊，三做晒噶啦，
有应该冇地方有三系啦。四咧有冇地方？嗱、呢个多咗个四出嚟啊，应该冇四喺度噶啦。我再嚟一次四。好，五。好，五冇问题啊，六。呢、这个应该有个六喺度，系啦，呢、这个应该有个六喺度，六，呢、这个唔应该有个六喺度，好七，好八，呢个冇八喺度。好九，呢、这个冇九喺度，好啦，咁我哋咧就确定咗呢个之后，我哋睇睇有冇地方可以做嘢啦。一二一二五一四五四六二四六个六喺呢度出现。喺呢度冇可能出六，呢、这个冇可能出六，所以个六一定要喺呢度。如果六一定要喺呢度啊，呢、这个就唔可能系六啦，所以呢个系八嚟噶。呢、这个唔可能系八啊！呢有个八喺度，所以呢个唔可能系八，个八一定喺呢度。咁八一定喺呢度，呢度都唔应该有个八。咁你要冇八嘅话咧，呢个都冇八咧，唯一个八就一定喺呢度啦。如果呢个八嘅话，呢个就系七啦。咁呢度二五喺呢度嘅话，呢个唔可以有二啦，咁啊就呢个九嚟噶。呢、这个唔可以系二五咧，就得翻个六喺度。呢、这个亦都冇咗二五啦。啊，呢、这个八喺呢度，咁咪就八啦。所以，诶、哎，呢、这个系八嚟噶。所以呢个就二嚟噶。呢、这个四九四九，呢、这个一嚟噶。咁呢个二啦，呢、这个五啦。呢、这个是四啦，呢、这个是七啦，好二五二五四九四九一八一八，哎，呢有个二可以做，继续清咁一啲添啊，七呢个八呢个就九，呢度有个六可以清埋佢，呢个四呢个系二，呢个系四，咁呢个就。五呢、这个就系六，呢、这个就系八，所以呢个系一，呢、这个就系六，呢、这个就系四，因此呢个就系九，剩翻呢个就系八，呢个就系五，呢个就系四，呢个就系九，呢个系一，呢个二啊，呢个五喺呢度。所以呢个五嚟噶，呢、这个五喺呢度，所以呢个系七嚟噶。一喺呢度，四
六、九、八、五、七、二、一、九，同埋最后一个六，好啦，咁啊做完啦。